有很多朋友说啊，展会拍了那么多品牌，老爷从来没有拍过 KEF。今天老爷呢，就给大家直接上 KEF 最后的大餐，大刀锋啊，大刀锋的一个组合。搭配白色大刀锋的呢，是德国殿堂的前后级，一前二后两台单声道来驱动的刀锋。播放器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A Player Two。对，还很近才行。不是，你要中间。先等会儿，先等会儿，先等会儿。